这个第一天上课我就请同学自我介绍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，什么教会，然后袁斌 OK 好，还有什么教会，桃园教会中山福音中心，还有东荣教会，是吗？好，我们将一下时间让他带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大声一点！阿门！告诉主耶稣说：“你们升级了吗？”升级了。再大声一点！你们升级了吗？升级了。感谢主。
耶稣你是宝贵。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上，而那至高的爱
旨，完全显现在主耶稣他赐穿的双手。这样毫不保留的爱，就求主耶稣让我们对他这样宝贵的爱是这样放在心中，而且是每天都觉得哇，这好宝贵。也就求神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对他的认识一天心思一天，让我们单单只要为着主耶稣而活。请将麦克风交给银空人员，第三组同学请上台。当我们。